多人家里用这种晾衣架，使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，老师傅都点头夸好。在晾晒衣服的时候，可以把它移动到有阳光的地方，晾晒容量也超级大，晾晒衣服、床单、被罩、毛巾完全没有问题。加快晾晒间隙，使衣物充分的晒到太阳，通风快速晒干衣物。顶部加高龙门杆设计，晾晒长款衣物完全没问题。关键是它的可折叠设计，不用的时候收起来，放在夹角完全不占地。